以前做的是偏门生意，就是黑社会有关的，就是钱会比较容易赚。以前可能打个电话就会有好几万的收入，瞧一下事情，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容易的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牛排在煎台上煎得滋滋作响，一旁炉子忙着备料，准备出餐。这间位在新北市淡金路四段上的牛排店，老板是现年40岁的何明化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过去的他曾是个混黑帮、逞凶斗狠、坏事干遍了的火爆浪子，少了昔日血气方刚、杀气味，面对镜头显得憨厚老实。他再度接受中时新闻网访问，分享他挥别荒唐岁月、创业的心路历程。因为上次采访的时候是在还在装修，有客人来是就是看着报道而来的，然后来是帮我加油打气的油，反正有一个女士，对，她就是特别在网络上留言说，其实她有询问说这家店在哪里，她就是来消费要帮我加油打气，对，不过只是说因为我都在厨房作业，其实她有来我也就是没有机会当面跟她说声谢谢这样子，对，生意好做吗？说真的很辛苦，对，因为你的食材必须要很扎实，它就必须要是不能够很便宜的东西，一定是要有相当的等级的东西才有办法端出来给客人。那售价又要很亲民，所以其实利润是一定就是薄利多销啦。对，那我看到这个桌上每一个这个位置上面都有一封你的亲笔信，是不是？是哦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把就是觉得我们不错的这个客人呢，就是让他踊跃的帮我们发言这样子，对。最主要是告诉客人说，我是愿意，如果对我的餐点不满意，我是愿意改变，我就帮他调整的。对，那希望他要就是要愿意讲，那我们才有机会去帮他做调整和改变。有，他都会直接反映在 Google 的评价上面，就是在一个上面直接帮我加油打气。像有一个应该是先生，他就说感受得到我的用心啊，环境他也觉得很舒适，对，他希望我继续加油这样。借由这封信，如果有什么样任何的问题需要反映，可以一定都要讲。对对，我不是食神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的，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这样子，没办法。对，不过只要愿意讲，我们都愿意调整。对，我们不是那种死板板的，就是这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，要吃吃，不吃就拉倒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不会这样子。走进店里，没有华丽装潢及摆设，从店内牵管、水电施工到装潢设计，都出自何明化一个人。没有很华丽装潢，不过就是干净舒适这样子。对，说整家店全部，不管是所有的装潢跟粉刷啦、包含水电，全部都是我自己亲手弄出来的。对，餐点有问题就真的要跟我们反映。那再来有。我知道目前我们的产品还不够多，那因为人力有一些，就是没有多余的预算去请专业的厨师，所以什么都是我自己做，所以能力有限，时间也有限，所以没办法做太多的事情。那我还会陆续在增加了，对，那有好的建议也可以给我们，就是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帮我加油打气，对他们还蛮感谢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感谢的，希望借由这次机会向他们说一声谢谢，那我会继续坚持下去。年少轻狂，误入歧途，火爆浪子的青春岁月多半都在铁窗里度过。何明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，不愿再走回头路，凭着一步一脚印努力工作。感谢亲友没有放弃他，社会大众重新给他机会。就是不自在的感觉，但是已经表现很好了。至少面对镜头不会怯场啊，然后跟你讲话、啊，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就是把真实的状况讲出来，然后把自己心里面想的讲出来，就是这样，就只能这样子啊。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很怕人家觉得说我是包装出来，其实不是，就真实就是这样。生意真的是不好做，真的不好做。来做生意，你才可以去体会到说，因为以前。做的是偏门生意，就是有跟黑社会有关的，就是钱会比较容易赚，那你就不会去感受到说，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容易的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200块这样子很辛苦的时候，或甚至是几十块慢慢这样累积，才有一个月有30万块、2-3万块的收入。那以前
以前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顾客啊，然后带着小孩在那边玩哈，后来才知道他是老板哈，那觉得说这个老板蛮亲切哈。那在等餐的时候哈，觉得无聊，看到这里有一份说明，看一下哈。那看完那封信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？让我比较震撼的是，就是进出监狱多次。关于这一段，我觉得完全无所谓，反而是有正面的加分的功用哈，表示说这是一个有霸气的年轻人。对年轻人的话，我一直是认为说要多给他一些机会，谁没有犯过错？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？